他干嘛半血这样对线？这打算秀我吗？真是，他这直接二级。噔噔噔噔。 你要干嘛呀？你这里是没怒气的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叫人吗？小，是残酷的父。 你干嘛？我操，发疯了，这哥们！你在干什么？他把自己玩崩了，是？他半血上线，他不回家的。你干嘛？ 这里不交替吗？直接上去，突然上头。还要想下马又上马，下马又上马，就这样。啊哈哈啊哈哈！哎呀哎呀，等等，哎呀，这个二级，顶级配音，谁过来？ 你知不知道你要死？这是谁的地界？为什么这只死仓鼠要？我操！ 他太膨胀了，这克烈，他到底在干嘛呀？他把自己想的太顶级，走了。这克烈怎么回事？他上不了马，他那个怒气上不了，他那个怒气是不可能上得了马的，直接踢这个，我要上线压着。 打下去，他都不会玩克烈，这家伙，他不会玩这个英雄，非常危险。他都没搞清楚这个英雄该怎么放技能。
你又要死了，哥们！哦，要被换掉了，可惜他有太多。哎，闪点，闪点，450，好，450，这个镀层他没掉就 OK， 没掉等一下再来吃一样，还挺痛。 剑面地剑士先下嘛，步兵打步兵，哎，不过我还是喜欢骑兵的。步兵太粗暴了，还是喜欢骑兵。骑兵好。这发完发完，骑兵步兵骑兵步兵，喜欢骑兵喜欢步兵都不行。 不兵，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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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兵，眼差的有什么意义？哎，不会等等等等吧？ 黑切啦，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我操，老输。再来了个小丑。 暗爪过来，这里有眼是吧？应该是，还行，闪现，他没掉点火，还是赚的。他带爆破的，他带个致命节奏的时候爆破的。哦，原来他是这样带符文的，我好惨。嘿嘿，兰博叫了个撞墙，还行，要掉个镀层一个。 下一枚没出，对。哎，这科学跑下去，居然跑下去。
这个CD写的吧，一进来看主包发五二，哈哈哈。他早就跳刀了呀，他很早就跳刀了。暗行者之作，他一早就跳刀了。时光大树，我操，烧烤。 少开大可以少挨一下，那我不确定，这么难受，十三个，防御塔渡城即将脱落。 他这个野不知道插的有什么用，这个野插的有什么用？耶，谢谢寒冰的荧光棒。 我感觉克这只英雄要不重做去打野算了，就打野怪人加密室，对吧？打上单好热，我操，这么难受。加点视野分，没事，还是可以这样子的，视野分。 确实可以。现在的科略只能去打中路，他没有百分比，就没有科略适合的装备。原来科学战斧掉血还加攻击力，还可以。然后聚酒也是按那个额外生命算的。 我的蜘蛛真倒霉，我打死。
哎呀，值钱了，克烈值钱了，小克烈值钱，树儿子给力，还追啊，闪现，还追，我操！ 真的烦，还追再追，这么恶心，两个腰带，不过还行，还是杀了一个，要不要买水银鞋呢？现在，等一下买，等一下再买。 克烈怎么那么肉？他的蜥蜴肥呀、啊，他的蜥蜴肉多呀、啊。这小丑，<笑>暗爪过来都自己死了。我操，他打了我1400！我操，真厉害的装备。怎么知道小丑来？他都现身了呀！我只是知道维鲁斯在这里。小丑都暗爪我了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 蜘蛛居然是辅助队的，他盾薄吗？不薄哎，这边的伤害太高了。我操，你又要有攻击力，又要有这么灵活的盾，6秒一个盾怎么可能？200的盾不错了，挺好的了已经。哦 哇！好爽啊！我操，这青蛙100，小丑多少？假小丑、真小丑全都宰了。哎呦，炮车丢了，这就有点不开心，这就有点不开心，爽死我！ 吃蓝 buff， 放个水银鞋，这是走在大招上走，这么倒霉吗？太倒霉了！哎，算了，先水银鞋吧，把这个买了，把这卖了，先水银鞋。这么痛。 光棍打的有点痛。哇！这两个啊！哇！可爱。 哎，我感觉这种反派的这种叫声挺搞笑的，真可爱。干嘛呀？还可以让我推一下吗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这里。
哦，完了，没听到克烈大招，好痛呀！一五四，一五七四，好痛呀！我又死了，不如瑞文的未来战士是吗？对面打大龙，哎呦，孤注一掷了。哎，我队友在干嘛？全在下路。你们怎么全在下路？打得挺快，哇，这么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准？没事，等我破阵子，他们就没用了。等我破阵者他们就没用了。克烈这英雄还太猛了是吗？又是这蜘蛛，你很烦呢、欸，十六级了，回家买个破阵者，我看应该一百五左右吧，差不多，应该能到150。哎，感觉这游戏玩下去要输呀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队友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玩下去要输。哦，杀了一个。总感觉这阵容一脸败相，哎呦，又杀了。TB 还没好。来，我要赢得他们的憎恨。这一次，恨都不忘记。哇操 ！Q 出来死完了，真的烦！1922，这么痛吗？两件装备1922，他们是 AP 装备会稍微那个痛一点的，我都买魔抗算了，买魔抗，妈不买护甲，动都动不了。是 Q 3出来能杀完 ，Q 3出来他们死光了 ，Q 3出来之后再打一下这个六，把六宰了，剩下都得死。瞪都瞪不动，我要来个银魔刀了。银魔刀，我来了。他真要输了，不好打，我得稳一点带。现在这种打成这样。他只要是射手，他伤害就很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像是射手类的装备天生就比较厉害。你们不会要推中吧？应该不敢。这一波应该够了。我把魔抗做高一点。哎，可以做自然之力。
不想。 好像真要输，但是我的感觉是不一样。杀都没人管了，小丑要偷大的，想偷大的，三个人在打。 喜欢看，哎，喜欢打大龙，嗯，<笑>啊，怎么有火箭？我怎么有火箭呢？哎呀，这身后怎么会有个火箭呢？哎呦，有个火箭飞过来，太倒霉了！我操，倒大兵没了，这真是。哎，刚好这队友去中了，我推直接推上好了，这样三条路一起推。 对面好难受，快快快快快！他们都不知道守哪条路，突然之间三条路就崩了，这队也挂了，直接一波了。还好我出了个银魔刀哎，这银魔刀立大功，又等等等等，又等等等等。 这游戏还是单带好，最后还是拆家拆赢，慢慢拆不急，他们这慢慢会被我们玩死的。哎呀，舒服，哎，感觉银魔刀还挺好用的这东西。